知识点的组织是高三一线老师根据平时的备考经验精心编排的一些关键的知识点。学生也是非常的喜欢这样的隔板毕竟他在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抬头就可以看到那些点了，就可以在有意识无意识的是扩充嘛，就是的一种知识嘛，就是在这样的吃饭的时候还能够学一点东西，可能是高兴的。